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感谢各位嘉宾来到今天晚上的五月鲜花献母亲音乐晚会。Welcome to our May Flower for Mother to celebrate Mother's Day. My name is Annie. It's a great honor here to host tonight's concert.大家好，我是来自原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主持人安妮，现在呢是澳大利亚江苏总会艺术团的成员之一，非常荣幸今天晚上呢为大家主持今天晚上的音乐会。母爱就像一首田园的诗，悠远纯净，和雅清淡。母爱就像一首深情的歌，婉转悠扬，轻盈浅唱。我们的母亲节就要来临了，非常感谢白马集团和江苏总会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可以共享今天晚上的音乐会。今天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有来自北京的，对吗？还有来自上海的，东北的朋友是不是？还有来自我们江苏总会和无锡商会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和我招招手好吗？你好，欢迎各位。我听说呢，澳洲日报的朋友也来了，还有1688澳洲和 Loudwork 朋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的音乐会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Our great performance will begin. Are you ready for that? Yes. 太棒了。都说人的一生有两个家园，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祖国。母亲的爱犹如敕勒川的清风，隔着心灵都能吸收到来自她的关怀，而祖国的爱犹如那雪城的矮雪，那冰川河流的水都是您的爱融化而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第一个开场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和我的祖国。表演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米雪萍，以及香港第六届国际音乐节金奖获得者 Winning 中澳青少年才艺大赛金奖赖小晴，银奖赖建朗，以及伴唱幸福合唱团，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这首耳熟能详的女人花还有一首特别的英文版，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三首女生歌曲。女人花英文版 You Don't Live Here Anymore， 以及苏联影片《蜻蜓姑娘》插曲《玛丽诺之歌》，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掌声有请第一首歌曲表演者悉尼水立方杯第一名谢丽，第三名詹月星、Evelyn 和 Katie John， 掌声有请。有请蓝花影组合为我们带来《玛丽诺之歌》。
谢谢南花营组合的精彩演唱。接下来有请花朵朵组合为我们带来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受我的演唱啊，人家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唉，反正我是谢谢您，谢谢您文慧展。我是很熟悉这首歌曲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暴露年龄啊，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可能你是不是年纪太小了，不过没关系，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今天听完我们的音乐会，看完我们的这个白毛女选段，相信你就会爱上我们可爱的喜儿。今天呢，可爱的喜儿和她的妈妈也带着红头绳来到我们的晚会现场。这支舞蹈呢是由年轻的 Evelyn 编舞，待会儿她也是其中的表演者之一啊，可以说是又唱又编。音乐呢是采用大家熟悉的北风吹，故事是从解放前搬到了现代社会。喜儿的妈妈呢是因为现代的职业女性，工作啊事业啊两不误，她下班回家之后呢也不忘给女儿带一个喜欢的礼物。这个是什么礼物呢？相信大家肯定能猜到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Evelyn 和 Kitty 江为我们带来一段母女情深的芭蕾舞蹈，掌声有请。
好看吗？啊，稍等伊娃，请留步，我们请这个舞蹈的编舞伊娃留步好吗？再次掌声送给他，让我抱抱你吧，可爱的伊娃，祝贺你演出成功啊！你是怎么想到要编这支舞的呢？这个北风吹人家都知道，但是都是很悲伤的一个歌，所以我们就想到母亲节嘛，应该庆祝一点，快乐一点，我们就重编了一下，做了一个不同的故事。真好，我们现场也感受到了这个快乐的气氛啊。伊娃，你是在这里出生的吗？是，对，我在澳洲出生的。哦，你在这里出生，所以你编这样的一段舞蹈，我觉得非常有新意啊，也特别开心在这里面看到。哎，伊娃，我突然突发奇想啊，我觉得伊娃长得又美，身材又好，跳舞跳得又好，我们请她来跟我一起主持这场晚会好吗？同意了，那我就把他留下来了，作为今天晚会的颜值担当，好不好？谢谢。你同意吗？当然同意。好，爽快。伊娃，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啊？说我个人嘛，我很喜欢听那些流行的歌，就是像中国话呀。中国话是 SHE 的那首吗？ SHE 的中国话。你在这里长大也喜欢听。对，我还很喜欢里面的那个绕口令。你能说一段吗？看一看。有个小孩叫小布，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倒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磕下醋，上街去抓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傻了醋失了布。哈哈，这个太很小声好吗？太棒了，主持人考核过关。那你对于经典的老歌，你有什么喜欢的歌曲吗？我想一想啊，天边。天边，天边。好，今天晚上啊，就满足你和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的这种视听享受，让我们有请少数民族吉他歌手 Alyosha 以及蓝花影组合为我们带来现场版的天边，掌声有请表演者。Please welcome Horizon。 掌声有请。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音乐不分国界。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发现，哎，一娃去哪里了？我没有食言哦，给他一些换衣服的时间，生活他会跟我一起来主持，好吗？吉屋出租，这是改编自意大利的经典歌剧《波西米亚人》，说的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这群年轻人生活在租来的房子里，生活很窘迫，有的甚至还疾病缠身，但是他们始终都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懈的努力和困苦的人生进行较量。吉屋出租呢，这全剧共有28首歌曲，音乐风格各有不同，比如说有复古的爵士风 Seasons of Love， 还有摇滚朋克风 Rent。 今天现场呢，就会为大家带来一首I will cover you，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澳洲日报的朋友们，我也知道你们来到了今天的晚会，辛苦你们为我们大力的宣传报道了。接下来请欣赏音乐剧 I will cover you， 表演者香港第六届国际音乐节金奖获得者 Winnie 以及悉尼水域芳菲第三名詹月星，掌声有请。Discovered something as true.
谢谢谢精彩的演唱 I will cover you，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cover 住你们的好心情，把坏心情通通赶跑，唱得怎么样他们？掌声说明了一切，谢谢。接下来我们来请伊万上场，换好服装了吗？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小舞蹈家，还有小小歌唱家，欢迎。金风吹来的时候，我歌唱家乡，家乡的金秋，糯米酒荡漾，香透了窗口。下面请欣赏倪雪萍老师的原创歌曲，合唱《金风吹来的时候》。李雪萍老师 with When the Golden Wind Blows， 表演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雪萍以及伴唱幸福合唱团，掌声有请。献给倪雪萍老师啊，真是太美的一首歌曲了。How do you feel, Eva? I thought it was so vivid. I could feel the wind blowing, even though we're indoors.
That's amazing, right? Because that's original piece by 倪雪萍老师。哇，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现在复制粘贴还有 copy 都太容易了，所以原创的东西显得特别的珍贵，支持原创。Amazing. Yeah.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伊娃，在你心中，有没有什么传奇人物呢？传奇人物，我想想，有一个，我妈妈。哦，妈妈是传奇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她可厉害了，就是不止给我做吃的，还有洗衣服，照顾我，抚养我。She's a legend. 是这样说，其实每一个妈妈在我们的心中都是传奇人物哈。那你呢？你的传奇人物是谁呀？我的传奇人物，哎，我来想一想。今天晚上在我心中的传奇人物是我们的郭大为老师。你知道为什么郭大为老师今天晚上又是我们本场的艺术总监，然后稍后还有要演唱歌曲，而且他还当翻译。你知道吗？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郭大为老师亲自翻译的，曾经在春节晚会之后呢，迅速传唱了大江南北的王菲的《传奇》。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在座的江苏总会和无锡商会以及各位父老乡亲们，掌声有请悉尼水立方第一名谢帝为我们带来歌曲《传奇》。Please welcome Di Xie and Melvin Chen with Legend。有请谢帝。
谢弟弟，谢谢您的精彩演唱。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重量级的人物。世上只有妈妈好，没有天就没有地，没有您就没有我。把对母亲的爱搁置在一朵春花里，让风儿带去母亲的身边，让风儿伴爱飘天涯。接下来请欣赏金环活动的艺术总监郭大伟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独唱《母亲》，掌声有请。冷与暖放心上，臂弯里风雨挡，春光美，百花香。慈母心像月亮，多呵护暖心房。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三代人共同演唱，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倪雪萍老师饰演祖母，女儿和孙女这两位分别都是倪老师的学生，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你又哭又闹，让我睡不着。我一夜夜地熬着，你一天天地长高，背起了书包，我摸摸你的头，笑了笑。其实我并没那么好，满嘴的牢骚，可在你眼里我依然是宝，直到有天我的翅膀硬了，背起了背包，你拍拍我的肩，笑了笑。晚会他换了好多次衣服，辛苦您了，倪老师，哇，掌声再次送给他们好吗？我说实话，在彩排的时候真的是没忍住，听完这首歌，不知道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和我情绪是不是一样的，泪如雨下。今天在后台努力的控制不看他们，才能够控制出这种想妈妈的情绪，哎，真的是很想妈妈啊。你不好意思，对不起 ，sorry。今天伊娃在现场，你的妈妈也在现场，是不是？是啊。哦，好幸福啊！伊娃能不能和我们回忆一下你和妈妈的这个幸福和温馨的画面？有一个就是我跳芭蕾的嘛，有一次我芭蕾鞋坏了，我妈妈为了把它修好，我的手都出血了，都流血了，对，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回忆，是吧？真的是一个好妈妈。那你呢？
啊，我对我妈妈的回忆有两个，一个呢是，虽然我现在已经这么大了，我还记得我坐在她的臂弯里和怀里，早晨我睡不醒，她帮我穿衣服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的温暖，到现在还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然后第二个画面呢，是她，我妈妈和我的外公一起唱京剧的时候。京剧？对，我的外公虽然80几岁了，但是他声音很洪亮，然后我妈妈呢就配合我外公一起会唱一段京剧，比如说智取威虎山啊之类的。哇，厉害啊。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音乐晚会怎么能没有我们的国粹京剧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智取威虎山选段和摇旗，我们的嘉宾厉害了，掌声有请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得主安平为我们带来京剧选段，有请。Please welcome 安平 bringing us a Peking opera excerpt from the Yao dynastical period. Let's welcome 安平。那深山就穷人的苦难，自己的腿无
师，谢谢您，大家还想再听一段吗？哎，安平老师还想再听一段、哎、真的吗？哇，我彩排中可没这个，大家的掌声太热烈了，安平老师返场了。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这台晚会，因为它的意义啊非凡。母亲节，母亲是世上最伟大的，它孕育了人类，孕育了儿女，孕育了我们一方人文。那么在这里呢，我实际上呢，我这台晚会是没有我的，我是临时加出来的。因为好朋友这个挚友郭大伟先生，知道我到了悉尼，所以呢他正好说问我，他说你在不在，我说我在，那你参加一下好不好，我说好，没有问题。这台晚会不能没有您。这个因为今天呢就是我来的比较仓促，所以伴奏带呢我们只有一个，那我就给大家呢原声态我再唱一句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好，这是这场晚会的惊喜。再唱一段呢，也是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铡美案》。驸马爷，金钱贪官想上街捉，秦香莲才三十，二岁的闯过当朝，驸马郎的妻子闻到棉花罩的未婚男儿，赵东口的杀妻，女子两个心，三个彼此含情，再描我唐江宝君呀，只在那一点大堂啊上。谢谢。安鹏老师，再次感谢您，谢谢您的精彩演唱和发言，要不要再来一段啊？没了没了，别再为难为安平老师没了，请听下回分解好吗？好，我们言归正传了，感谢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晚上我们有缘可以相聚在这个大礼堂，共同欣赏丰富多彩的音乐节目，让我们一起回味当年动听的经典老歌。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商白马集团以及江苏总商会的大力支持，还有1688澳洲和 Loudwork 的朋友们，再次欢迎你们的到来。接下来呢，你们听得不过瘾，让我们再听一个过瘾的，就是经典的老歌联唱。对，我们 Let's welcome a medley of the classics next. Yeah, 桃花谣 Rocking peach blossoms. 母爱天地间 Motherly love. 山不转水转 Turning nature. 花儿与少年 Flowers and youth. 还有呢，手挽手 Hand in hand. 以及大家熟悉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Love and passion. 谁不说俺家乡好Hometown 以及高山青 Alpine Green, please welcome. 好，让我们掌声有请所有的表演者上台，为我们带来经典的老歌联唱，有请。桃花年，开在那三月间。
你们太棒了，掌声再次送给他们好吗？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为大家带来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挺催人泪下的哈。表演者，表演者待定是怎么回事？今天晚上的艺术总监大卫老师，请您上来跟我们解释解释好吗？怎么表演者是待定啊？大卫老师。Yeah. 你在吗？ I'm here. Oh, welcome, David. Yeah. Thank you, everyone. 您好，大卫老师。Yeah. 您跟我们解释解释这个表演者是待定是怎么回事儿？Okay. I don't know what you said before. 你之前说了什么？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个好像有三个表演者。但是。是不是只有一个人能唱这首歌曲啊？对对对，今天这个节目是这样的，因为三位表演者呢都曾经得过一等奖和三等奖，都是倪老师的得意门徒，那么他们三个人都喜欢这首歌，那么我们觉得没办法评判，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观众们评判一下他们唱的如何，他们是每个人唱一段，而且唱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段，那么观众最清楚。好的，你们愿意加入吗，观众朋友们？好，那我们就请再请上我们的伊娃，我们三个主持人啊，好吗？对对对对对，三个主持人，我们分别把观众朋友们分为三个方阵 A B C 好吗？每一个方阵支持一位歌手。那是 A 呀。我这里。朋友们，好，这是 A 区，这个方阵是 A 好吗？中间的这个区域。OK， 我自报奋勇，我在 B 区。好，那就看我就到 C 局了。好的， okay. 那今天我们工作人员很温馨，为你们准备了温馨的大气球 A、B、C， 我们把观众朋友们分为三个方阵，好吗？好，谢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走到台下来跟大家互动。接下来呢，我们舞台就会交给三个即将表演的选手，他们是今天晚上的表演嘉宾，也是各大比赛的冠亚季军哈。我们 OK， 我想提醒一下，我是 B 区的代表，希望大家都能响应我的号召。谢谢。顺便说一下，两位美女，一位是 Annie， 是 A 区，另一位我们的。后生代这个或者新生代这个主持人伊娃，希望大家也能支持，他是 C 区，但是我相信我们的 B 区是信心满满，我们的 A 区也信心满满，对不对？谢谢，肯定是我们 C 区最满了。好了好了，不要争了， A B C 嘛，我们从 A 先开始吧，可以吗，大卫老师？可以，我同意。好，那么 OK， 好，有请我们A 区的悉尼雪地方第一名谢帝为我们带来《时间都去哪儿了》。 A 区的观众给他一点支持好吗？掌声，谢谢。哎，我们是 B 区。Hold on前老树正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妈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纪，就忘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月弟，谢谢，唱得好不好？掌声！谢弟，我们是你们的后援团，一起喊谢弟，谢弟，谢弟，谢弟！哎呀，不用选了，大伟老师就谢弟了。啊，我们保持战斗力。谢谢。好吧，那公平起见，接下来请出 B 组的屈瑞。对 ，Rebecca 有请。时间都去哪儿了？Rebecca 特地告诉我，要说他中文名字，中文名字叫屈瑞。啊，大家鼓掌。B 组给一个掌声。哇哦！
好吧，好了，不要了。我们戴老师，我们哎，我们 B 组认为怎么样？是不是我们 B 组呢？好了，戴老师，我们进行一下这个终极的 PK， 好不好？就是以全场的观众朋友的尖叫声分别支持 A、B、C， 好吗？ Okay. 我们从 A 开始，好吗 ？OK， 好，我同意。好，同意。好。可以吗，伊娃？我们全场观众的尖叫声和欢呼声和掌声来评判，我们谁来演这个节目？就是一起，一起。对，大家一起可以吗？啊，一起来。我们 B 组要鼓足劲儿啊 ！A 组 ，C 组。好，首先我们从我们开始啊 ，A 组谢帝的掌声和欢呼声。B 组曲瑞的掌声和欢呼声，不公平，那么多。我们 C 组的月星的粉丝在哪里？这可怎么办呀？我觉得他们都很好呀，大伟老师。也是。是啊，我本身是想把倪老师请出来评判一下，但是呢。时间紧，我看任务重，等，我想给他们一个机会，唱一个和声，好不好？这个主意怎么样？好不好？大家同意吗？同意吗？我同意，观众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三个美女为我们一起带来《时间都去哪儿了》，掌声有请。谢谢，谢谢。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啊，特别是我在每一队的时候，我觉得我让大家支持 A 的时候 ，B 和 C 的观众就这样，就 frozen 了，就实话非常衷心支持自己的各位选手啊，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无论你身处何地，有一个人，他永远占据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你应该用自己的一生去爱他，这个人就叫做母亲，这种爱就叫做母爱。我们找点闲暇时间，经常回家看看吧，听听久违的妈妈的声音，看看久违的妈妈的面孔，大家一起行动起来，让我们一起回娘家。 Let's go back to our family together with our lovely singers. 掌声有请我们的表演者为我们带来回娘家。
谢回娘家的表演者的精彩演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这个你能听懂吗？听得懂一些，对。你回娘家的回家的时候，你会给妈妈带些吃的吗？有的时候会，但是我怕长胖。你是怕妈妈长胖，还是她不吃你长胖？我给她吃，最后我吃了。这样啊，真是一个可爱的宝宝。关于这个今天音乐会呢，我们都是聊跟音乐有关的内容啊。不知道在伊爸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美国音乐电影啊？好像有一个叫《Sound of the Music》。没错，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之声。今天晚会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音乐之声的一段插曲，叫做《孤独的牧羊人》。这是一部描写二战时期的德国占领下的奥地利的一部美国电影《音乐之声》。而这首歌曲呢，幽默诙谐，写的是一个牧羊人的爱情故事。而表演者呢，也很特别啊，今天为我们带来牧羊人的孤独的牧羊人的这个表演者是澳洲好声音的前20名 Look。 如果说伊娃是我们整场的美女颜值担当，这个 Look 绝对是帅哥颜值担当，好吗？让我们有请他。 Let's welcome ranking top 20 in the Voice Australia Look brings us the lonely goat herd. Please welcome. 掌声有请 Look。鼓掌和鼓励哈，未来是年轻人的，真棒。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音乐晚会。音乐是每个人的必备的精神食粮，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晚会的策划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倪雪萍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也是我们的晚会艺术总监郭大伟，这对歌唱家伉俪为我们带来一曲乡音乡情，表达我们海外游子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
Please welcome the acclaimed soprano singer Ni Xueping and alto singer David Guo with Sounds of the Hometown.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也能感觉到温暖，谢谢您的花，大卫老师，请您。
舞台上的黄金搭档，哇，是生活中的恩爱夫妻。谢谢您的解读，谢谢您的花，五月鲜花献舞厅，五月鲜花献给倪老师和大卫老师。母爱是一缕阳光，让我们的心灵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觉温暖。母爱是一泓清泉，让我们的情感即使蒙上岁月的风尘依然宁静。接下来有请今晚所有的演出者一起演唱《今夜无眠》，有请。Next up, everybody sing together. All our performers performing. Tonight there will be no sleep.掌声。Tonight was an amazing night, but there is nothing good that doesn't end. Luckily, Mother's Day is due in a few days. Take your mothers, take your daughters, take your fathers, take your sons, hug them, show you love them, and celebrate the rest of the night. I'm very grateful for Mother's Day, and I say Happy Mother's Day.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oday. Our night is at its end. Thank you so much to our guests, our visitors, and happy Mother's Day to you all.